十分钟之后，我会收到一份无比震撼的生日礼物。有位哲学家说过，错误的路线往往会把你带到正确的方向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每一天我都跟着很多人拼命地赶路。别跑！站住！继续滑冰吧！跑着跑着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该冒的险，我是不会错过。你也太容易被控制了吧！啊！臭水哥，这个清嗓的润肺特别好。好喝。这我相信啊！咖啡可以扩张人的脑血管，降低呼吸频率，在15至20分钟之后，才会让人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。如果时间掌握好的话，咖啡是有助于睡眠的。再来一杯啤酒。简直完美了，我的红酒。前辈给我来一个3年的伊索比亚黑牛训的一朵肥丹。喂，我想尝尝。不足够啊，要跟我学，保证你在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来这么说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会做什么，我就知道你想要在这儿。就算是吃一颗蒜，还吃一口面。什么才叫好好活着？就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上班赚钱花钱，然后安全顺利的变老，这样是叫好好活着吗？你说当我们老了之后，有一天回忆起以前的这些事儿，会想起什么呀？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。灰树叶飘转在池塘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晚风中我不是瞎子，我想走的话早就走了。飞如果真正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就我是打开走走吗？光中走，这一次你一身轻，或许会点亮炙热的光芒。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点缀木浪漫曲百转千回，似当初白衣少年无归。你与我举头饮下酒一杯，问江山美人谁更憔悴。何处见舟晚帆过连边号角，酒随欢心潮，山河谁淌？洒霜戎子策马去，虚伪之交，昏昏天不晓，孤枪来挑。管那大江守不尽，情波滔滔，你我走一遭，都付谈笑。水天烟波太飘渺，东风扶摇，慷慨趁年少。
踏踏实实的演好每一个角色，我们呢就负责创作，观众呢会一直跟着我们之间，用作品的